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30面，430面，倒数第三行，唐舍楼观第16。念老有很简单的介绍这一品的内容啊。本品有二，就是两个大段。第一大段呢，佛及诸菩萨居处。第二段呢，菩萨随意休息，从因得果，自由行道，皆大欢喜。前面给我们介绍学习的大环境啊，这个道场的大环境。这一品里面呢，要跟我们介绍啊讲堂，像宿舍啊，这个老师就是阿弥陀佛啊他的居处啊，另外就是学生宿舍啊，菩萨的居处。我们先看第一段啊，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蓝纯，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啊！这是教主的居处。下面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啊，这是学生的居处啊。极乐世界确实是平等世界啊，正报平等，也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体质都是精神啊，跟佛一样的紫摩精神，无量相好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前面我们曾经看过啊，经上所讲的32相80种好，这是世尊的方便说啊，因为当时印度人啊认为大富大贵的人啊具有32相80种好啊，佛示现这个圣相。而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在极乐世界佛是无量相，真的相有无量好啊。居住地方呢，你看这境随心转啊，心好相就好，居住的地方当然不例外。这是
智慧福德所现的啊，所现的，不像阎浮提众生啊，我们能想到，因为阎浮提众生心行不善啊，所以居住的环境啊，乃至于房舍也就不理想了啊，这是我们能见到的。现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讲堂者，说法讲经之堂舍，经舍寺院之义名，兴以华严经音译曰：经舍者，非以设置精妙名为经舍，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尤其精炼行者之所居为经舍也，就是精进修行人他所居住的地方啊，称之为经舍，可能是个小茅棚啊，非常简陋啊，所以经舍了是精进修行人啊，他们所住的地方啊。讲堂，说法讲经的处所。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寺院，也没有讲堂啊，讲经在哪里呢？都在野外树林或是水边啊，风景好的地方。因为世尊一生过的是游牧生活啊，居无定处啊，真是随心所欲啊，今天住这里，明天住那里啊。他们晚上睡觉没有房舍，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这是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了49年啊，佛若灭的时候，在双树林啊，不是在房子里面。这个示现用意很深呐、啊。阎浮提众生最严重的障碍，第一个是身。啊，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就是房舍，他居住的地方。啊，中国人尤其讲究啊，他要建筑居住的地方。古代这个四合院很多啊，而且是大家庭选择居住地方啊，一定要风水好啊，建筑非常讲究啊，而且用的材料都非常好啊，古人建一栋房子，这个房子至少可以使用
300年，为后世子孙想得很周到啊，世世代代承传了啊，所以大家庭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儿童从小在家庭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都教好了。家学就是四书。往往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人。这是王庄。那是姓王的一家人。一般家庭大概300人左右啊。普通家庭。人丁兴旺的600-700人。所以中国的家庭是个社会组织。所以你能治家就能治国。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教育就非常重要啊。纪念祖先有祠堂。在大家庭里有祠堂。有学校，有私塾。小孩6-7岁可以上学了。没上学之前，我们前面都说过，小孩从出生到上学这段期间，父母教他了。父母是儿童第一任的老师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从小就接受。父母做出榜样给他看，身教重于言教。所以《弟子规》怎么教儿女啊？自己做出来，让儿女看。从他出生就让他看。看到3岁1000天，根深蒂固。古谚语有所谓也，3岁看80。3岁扎的根，80岁不会变呢。根深蒂固啊。中国世世代代有大圣大贤君子出现在世间。都是教出来的。父母教得好啊，根扎得牢啊。文武周公的母亲，这历史上非常著名啊。孔子、孟子的母亲。下一代栽培的好，所以只要是教学的场所就叫讲堂。释迦牟尼佛树林河边集合大众讲经教学，那就是讲堂啊。
露天的，那么经室是寺院的一面啊，寺院也叫经室，为什么呢？都是精进修行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啊，寺在汉代，诸位要知道，佛教是汉明帝永平十年正式传到中国，这一年是公元67年，啊，就将近2000年。啊，汉朝的制度，寺是皇帝直接授予皇帝办事的机构，名称叫寺。啊，这一定要懂得。啊，寺的主管称卿，啊，公卿。啊，他直接归皇帝管的，皇帝下面有9个寺，从汉朝建立一直到满清，都还是用着。诸位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去参观，你就看到上挂的匾额啊，寺，9个寺。啊，我们佛经上常讲有鸿胪寺，鸿胪寺是管外交的。啊，所以从前外交是皇帝直接管的，鸿胪寺卿相当于外交部长。啊，宰相不管外交，皇上管外交。啊，因为这些出家人过家，从外国聘请来的。啊，谁接待呢？鸿胪寺接待。啊，到以后，国家希望他们常住在中国，常住在中国就不能老是占据外交部啊。另外给他设个机构，也叫寺。啊，所以你晓得，佛陀教育是归皇上管的。啊，于是中国就2个教育体系了。啊，一般的呢，就是用孔孟学书。啊，这是董仲舒推荐的，汉武帝接纳了。啊，就成立了专设的机构来管全国的国民教育。啊，这个机构叫礼部。啊，皇上下面这个宰相下面一级单位称部。啊，部长叫尚书。啊，不，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侍郎就是现在讲的副部长。啊，或者常务次长、政务次长。那个时候侍郎也是2个，左右侍郎，一个是政务次长，一个是常务次长。啊，皇上讲3公9卿呢，三公是皇帝的顾问，啊，九卿是他直接替他办事的，啊，直属的。长官啊，地位跟部长一样，现在讲正部级，地位是一样的啊，但是出于皇帝专管的地位也就特别让人尊敬
啊，所以佛教到中国来了，第十个寺建立了，它是政府办事的机构啊，管佛陀教育的，它不是庙啊。啊，庙是祭神的，是宗教，寺是教育。啊，现在把寺跟庙合在一起了，佛教变成宗教了。啊，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么样一个变革。那么以前是管什么呢？佛教到中国来，头一桩大事需要把梵文经典翻成中文，就像现在国家殡仪馆一样。啊，从事这个工作，在指导学习，这变成学校啊，啊，寺院讲学。翻经啊，这个工作做得很长，从汉到宋朝800年啊，绝大部分的经典应该是80%唐朝完成。啊，宋朝时候已经不多了。啊，绝大部分呢是在唐朝之前。啊，所以已经在中国帝王时代，那是一桩大事。啊，这个怡经院。帝王也常常到那去巡视。对于这桩事情非常重视啊。历代帝王许多都是佛门弟子。啊，也都认真学习。啊，所以皇上带头，于是佛陀教育那个普及成就超过了儒儒道啊，皇上带头学啊，历代出家的高僧，在家的居士高士。很多啊，大藏经里头有高僧传，有居士传，有善女人传，啊，成就的人很多很多，啊，就现在佛教变成宗教，啊，变成迷信。古人也知道，你想到多伤心啊！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今天我们明白了。啊，把佛法搞清楚了，我们有使命，有责任，啊，把佛教恢复它的本来面目，那就是一定要把现在的寺院呢学校化。啊，寺院讲学，
讲经，李老师当年在台中，建立了台中佛教联社，他就注重教学。联社除了一般念佛这个活动之外，每一个星期固定讲一次经。他在台中38年，38年没间断了。每个星期六晚上，所以时间地点都固定，不必宣传。想听经，星期六晚上到联社，李老师讲经。以后又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慈光图书馆。图书馆呢也讲经，每个星期三，所以台中每个星期有2个晚上讲经。时间都是固定的，风雨无阻。你到那里去一定能够听见。38年没中断了。很不容易。当年我们是初学，了解的不多，也不够深度。如果当年有今天这种认知，我就会祈请老师，一星期一天不够，要天天讲。如果每天讲的话，台湾的佛教兴旺起来了。只要有一个带头，真的兴旺起来了。一个人讲经太累，培养学生嘛。老师一天一个星期讲一天，其他的同学们每一个同学担任一堂课一个你就可以带6个学生。真的把他们练出来了。这个讲经没有别的，就是上台锻炼。我初学佛感觉到一个星期上台讲一次不行了，一日曝之，十日寒之。虽然它不是10天了，一日曝之，6日寒之，很不容易提升。真正想提升，那他天天讲，天天讲，你天天用功去学习。你不用功学习，你下不了台。这个逼着学生好啊。学生自然乖乖的，天天在查资料，研究这个怎么讲法。尤其李老师很好，都要写讲稿。一个星期讲一次不困难，6天的时间可以准备一些讲稿。这样把学生全都逼出来了。我们进修班20多个同学。没有一个能够像老师一样。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密集的学习。一个星期一次确实是不够。我能够呈现这个学习出来，我就是感到一个星期一次不行。
啊，最初到台北，我一个星期讲三次。啊，以后大概是一两年，我就能提升到一个星期六次。啊，一个星期休息一天。啊，三年之后，我一个星期讲十几次。啊，每一天上午下午都讲。那个时候一堂课是一个半小时。啊，早晨一堂，晚上一堂。早晨对内，晚上对外。啊，居士们晚上没有事情都可以来听讲。天天讲啊。不天天讲啊，学不出来啊。啊，我告诉听众啊，我说你们听众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啊，我是学讲。啊，天天讲给老师听。啊，欢迎大家批评指教。啊，不要把我看成法师。啊，我是初学讲经的。哎，这才能练得出来。哎，才能叫自己不懈怠，不懒散。啊，你要不认真准备，你上台就讲不好。啊，初到美国的时候，在美国正式开始讲经，1983年。啊，1982年到美国，了解当地的环境。1983年正式接受邀请。啊，美国人的生活非常忙碌啊。啊，每一天工作8小时，很辛苦。啊，他休息2天，星期六、星期天休息。啊，那我们的奖金，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一天，星期天的上午。啊，其他的他们没有时间来听见。啊，那我们就很密集了。尤其星期六的一天，星期天晚上一堂，2个小时。星期六要上3堂。啊，上午、下午、晚上。6个小时。有的时候再加1个小时。9个小时。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他们喜欢听啊。啊，星期天上午3个小时，下午就不讲经，他们回去准备第二天上班。啊，所以讲堂。有的是家庭客厅，啊，他们住的房子都很大，啊，有的是租借地方，啊，借酒店的会议厅，借学校的讲堂，啊，讲经是很辛苦。要专注，对自己有太大的好处。啊，你心定不下来，没办法学这门东西。啊，所以我自己的一生的经验呢，这种方法，像我这种性格的人非常适合。
真的学问了，其他全放下。啊，我这一生确实，韩馆长帮助的太大了。啊，虽然有个图书馆，他做馆长。啊，我不管人，不管事，也不管钱，我只管上课。啊，我们自己有个图书馆了，我们课程就不间断了。啊，每天晚上，听众白天有工作，晚上有时间来听。啊，在那个时候，晚上也是一个半小时。啊，常年不间断了。啊，在台北有时候学生们想学佛法，我们就附带办一个大专佛学讲座，一个星期一次，就是星期天上午下午晚上都上课。啊，也办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给年轻人借了很殊胜的法缘。以后在海外，啊，海外的这些学生们出去留学了。啊，毕业之后很多在当地工作，我们这样联系上了。啊，所以每年出国。啊，到各个地方去弘法，缘是这么结成的。啊，李老师在台中办慈光讲座、大专讲座；道安法师在台北，在佛教会大讲堂办大专讲座。啊，我们图书馆也曾经办过。啊，这些我通通都参加。所以跟同学们结的缘很深。啊，我到美国去，跟我联系的300多个同学，居住在各个城市，啊，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接待。啊，这是老师，我们学佛的时候，老师就重视啊，教我们要广结法缘。啊，所以是当年的一些盛况啊！啊，我们自从把网络卫星开通之后，我这个缘越来越殊胜。啊，自己修学境界确实，因为天天讲啊。啊，境界不断提升，年年不一样啊！30年之后啊，可以说月月不一样啊，越来越欢喜啊，真是法喜充满。啊，我感恩张家大师。啊，我这个行业，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啊，他老人家叫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听话了，依教奉行。啊，把方老师的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兑现了。他讲的话一点没错。最高享受不是地位，我们没有地位，在佛门里头也没有地位，在社会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有的是什么呢？欢喜。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乘教里面佛常讲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这是真正的享受啊！少烦少恼啊！烦恼没有完全断了，跟一般人相比，大幅度的减少。这是真的。虽然居无定所，都是寄人篱下了。自己没到场，所以居无定所。那么现在人家邀请我，只要他有网络的设备，网络能够发射出去，各地方能接收得到，我都愿意去。没有这个设备不行。许多地区同修，我们在网络上几乎都不中断，所以请我讲经，我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有这个设备，我们同样讲这一部经，《华严经》七处九会嘛。可以不在一个地方讲，继续讲。我们这部经讲了一年了，昨天清明，去年清明开讲的，刚刚好一年。一年这部经在香港讲过，在马来西亚讲过，在此地讲过，在台湾讲过。四个地方，现在这个经讲到一半了，所以培养弘法人才，讲堂非常重要啊！你要不让他天天上台啊，就学不出来。给他们安定的环境，最基本的是衣食住不愁，有地方给你住，能穿得暖，吃得饱，够了。你全心全力去学经教，十年没有不成就的。成就之后，自己还要以学生身份自居，不敢称老师，认真努力再向上提升，二十年、三十年，真的根深蒂固啊！真正发心讲经。我的建议是不做执事，不要当主持。为什么呢？他管事，管事就杂了，你心就不清净了。
啊，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一生做教育自在啊。我还有个同学，抗战期间中学同学傅乐成啊，他台湾大学博士班的教授，也是一生教书，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啊，曾经成功大学邀请他去做文学院院长，做了一个学期辞掉了，在台北碰到我，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一生教书教他去管事情，那么多应酬啊，他受不了了，一个学期就不干了啊，我就告诉他一点都不错啊。啊，我这个同学可惜过世也好几年了。啊，在台湾是著名的学者。啊，所以讲堂精神是让学生安居乐业啊，文化教育事业，为底下一代培养人才啊，何等的神圣，何等的清高，何等的自在，这个里头有乐趣，其乐无穷啊！古人所谓的得天下英才而乐于之，人生一大享受。下面叫楼观，楼观是楼台啊，观呢，楼也，台榭也啊，这个台榭也可以当作舞台来讲，表演的场所啊，会议的场所。蓝纯就是蓝龛，栏杆俗称山栏，纵的叫栏，横的叫栓，那栏杆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栏杆啊。极乐殿故，皆从弥陀净心流出，众宝所成，非从木石不加。经府随即应现，故曰：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啊，这是讲极乐世界这些讲堂、经舍、楼台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弥陀清净心中无量功德流现的，自然流现的极乐世界无量的珍宝啊，所以这些建筑啊是众宝所成啊，不是木结构，也不是石结构，也不需要人工，没有人去绘图，没有人去设计，啊，无需要工匠，随机应现，自然的，啊，随机是即是即感，众生有感，自然。有因啊，这个是不可思议。所以经文里都说：“一阶七宝
自然化成。啊，化是变化，成就。真正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这两句话应用在极乐世界，完全实现了，不是赞叹，不是夸张。啊，下面是白珠，这是珍珠，啊，白色的珍珠，啊，蚌壳当中所生的，白戒者贵，啊，白珠珠中之上品，最好的珍珠，啊，摩尼如意宝珠，啊，皎露，皎护网络。啊，用这些东西在楼观蓝城呢作为装饰品，如汉一月佛以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为角落，覆盖其上啊！啊，这就是用这些宝珠啊。好像织成的罗网，用这个罗网盖在宫殿楼观之上。如是妙珠摩尼所成之网络，覆于七宝楼观蓝城之上，极为明妙。啊，在我们现代啊，这个都市这些大楼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装饰，到夜晚用灯饰啊，用这些五彩的啊灯泡，也变成网，盖在屋顶上，啊，盖在栏杆上，围绕着树，啊，到晚上你看很美观，但是跟极乐世界比，那就差很远。我们这是人工的，它是自然。啊，那就不能为比了。又往生论语，宫殿住楼阁，观十方无碍，杂树异光色，宝蓝遍围绕。往生论上这赞叹的，啊，极乐世界居住的地方。宫殿楼阁啊，观十方无碍，哦，这句话了不起。就像我们前面读到的啊，道场树啊，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道场啊，道场外面树木花草很多。啊，这些树作用太大了。啊，树的树里面能现设防一切诸佛刹土。啊，像我们像看电视一样，能够看到设防世界。啊，同样，宫殿楼阁里头也一样，也能够现。就像我们电视一样，啊，能够现十方世界，
你会看得清清楚楚。啊，天上人间，啊，六道轮回，你完全能看到啊。啊，想看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现前。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肯定是与自己有缘的地方。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住过的地方。啊，没住过地方没印象，住过地方有印象，通通都会现前。啊，所以我们想到是生生世世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同学朋友，在西方极乐世界才真正团聚啊，出极乐世界团聚很困难。我们在今天从电视上看到远方的人看到了，他说话声音也听到了，可是我不能跟他讲话，他也没办法回答我。啊，极乐世界不然，你看到可以跟他对话。啊，他有困难可以帮助他。啊，他有福报可以随喜，不一样呢，跟真正在面前一样。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功德之所成就。啊，又第四十二啊，这是四十八愿里的四十二愿，彻照十方愿。啊，愿文有底下三句，所具佛刹。啊，这是阿弥陀佛说，他成佛的时候所具的佛刹，广博严谨。啊，广大。博大庄严清净光影如镜啊，清净一尘不染，彻照十方啊，十方世界通通照见，你在里面都能够看到啊。均表极乐之宫殿楼观皆如明镜照纳十方。故谭师曰：“啊，谭鸾法师说，宫殿楼阁净纳十方，啊，就像镜子一样，它照见啊，十方世界，啊，宝树宝兰，互为因事啊。”啊，外面有宝石、宝树，宫殿楼观都有栏杆。美不胜收啊！可见极乐之明妙，无能比者。故云。明妙无比，十方世界也有，但是明妙比不上极乐世界。啊，这为什么？
这是阿弥陀佛愿力修行啊，功德的成就。十方世界诸佛没有向阿弥陀佛发这样的大愿啊，成就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是从愿力里头的成就啊。至于菩萨所居啊，这就我们讲学生所事啊，他们的功德，业佛如是明妙，身贤真实平等，如如一位，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那个地方并不是享受。啊，不是刻意的。啊，不是人工在那里想象设计。不是的。一切是自然的。啊，是你。运行功德的成就啊，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愿心，沾阿弥陀佛的光啊！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神力成就啊！啊，我们到极乐世界。佛光加持我们，佛的愿力加持我们，啊，让我们无论在身心，啊，身体的形状、智慧、神通、道理，都好像跟阿弥陀佛相似啊，差不多啊，啊，这个不可思议。也正因为如是，所以设法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一切刹土，弥陀第一了。我们今天有幸遇到了，可以说是无意遇到了，想找找不到，无意遇到了，啊，无意也不是没有原因。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你才能遇得到。啊，没有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你怎么可能遇到？啊，遇到之后，这个机会要抓住啊，不能放过啊！啊，决定要求生。我们是凡夫，一定要修学。这个修学的环境太好了，没地方去找啊！啊，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先前找一个修行环境，真不容易，没地方找。啊，我这一生学佛60年，过60年流浪的生涯，啊，到现在还是没有地方啊。啊，最近在香港一个居士送我一个小，那就算金舍吧，
我们修行嘛，精进修行嘛，啊，一个小房子，啊，多大呢？跟我这里的摄影棚差不多一样大。啊，房子在山上，像小土地庙一样。啊，这个房子盖了90年了。啊，它有三亩地。啊，山地有三亩地，啊，外面有个菜园。我本来想房子拆掉重盖，啊，送给我这个佛友告诉我，他说不要，你最好还是保存这个房子。90年以前盖的，材料现在找不到，啊，虽然看的不好看，冬暖夏凉。啊，现在盖的时候有这么好的效果，找不到。啊，那我就把它重新整修一下。啊，住在那里会很舒服。啊，很小。啊，在山上。虽然很小，很安静，邻居也很近，因为它树木很多，看不见。啊，一个小山坡，啊，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去看了2-3次。人没有福报啊，就得到处流浪啊！我也很欢喜，为什么呢？老师给我做了榜样。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世49年，也是到处流浪啊。他流浪住野外，我流浪到处还有好房子住啊，还有很好的接待。啊，想到老师，我就非常安慰了。啊，没有一点怨恨心。啊，我比老师的日子过得比较舒服。老师出去托钵，我还没出去托过钵。啊，所以前面有个好样子在啊。我们不能忘记啊，生活要简单，要节俭啊，越简单，我们所需的这个财物啊越少，就越自在啊，没有操心的地方啊，每天啊。在这个年龄，还每天有4个小时读书，有4个小时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分享，多快乐啊！啊，这就是人间所说的神仙生活。啊，心完全定下来了，所有一切活动我都谢绝了，不再参加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一生就圆满了。
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第二段是修学的圣境，殊胜的环境，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这个终就是讲堂经舍之中有菩萨们在地讲经，在地面诵经，有在地受经听经，受是接受，是能信能解能行还得加上能证，信解行证这手有听经这在地面上有在地经行思道坐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即坐禅者你看看多自在，想在地面就在地面，想在空中讲堂楼观宿舍了都浮到空中去了，真正是境随心转得大自在我们看注解上第一段比较近境界环境此下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个第二段，以及后面还有一个小段表境中之人这个环境里面居住的这些人住往生者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各依其品位随其意乐自在休息，或在虚空，或在平地，个个随意讲诵、听受、坐禅、行道，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个什么世界呢？是个道道地地阿弥陀佛教学的场所是个学校你看这些居民生活方式，没有士农工商，也没有看到有政府组织没有看到这个国家有国王有大臣，没看到只有老师跟学生，我们就知道了这的的确确好像是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建立了一个佛教大学叫极乐世界佛教大学，请阿弥陀佛当校长设方诸佛常常到那个地方就担任教授
啊，佛常常去，啊，在那边讲学，啊，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跟佛的缘很深，啊，自由自在，想到诸佛世界去参学，很容易。念头一想，人就到了。想要求诸佛到极乐世界来讲学，啊，念头起，佛就来了。大道场啊，大讲堂啊，大学校啊，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去？是去成佛的。这个要知道，不是干别的，去成佛的。啊，成了佛干什么？成了佛去十方世界普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干这个事情啊！我们再看下面注解，啊，经显。就云行道，乃一定之地区旋转或直往之来，用以防水。这叫警显，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散步。啊，在散步的时候诵经，啊，经典背得很熟了，啊，背一部经，啊，想一部无量寿经，不要着急，不要念得很快，一字一句的去念，一部经念下来2个小时。2个小时差不多可以走2-3公里，啊，走得很慢，2-3公里。适合于早晨跟黄昏，啊，佛家一般晚上不吃饭。啊，这种经行好啊，啊，或者是念佛，或者是念咒，摄行。啊，这早晚功课。啊，运动量也够了。啊，行住坐卧。都在修行呐、啊！啊，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思想的行为，在佛法讲意，啊，言语、口的行为，身体动作，啊，身的行为，身口意三业有了过错，有过失，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念佛好啊，诵经好啊，持咒也好啊，专修专好，啊，专修。容易得定，得三昧也。啊，我们修念佛，啊，精行的修念佛，得念佛三昧。
啊，静心的时候诵无量寿经，或者诵弥陀经，也叫念佛三昧。得三昧之后，功夫不间断，天天这样做，缘成熟了，豁然大悟，就开悟了。啊，得三昧，往生就有把握。可以不必提早往生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平平安安的，进步很慢的，这个世界大风大浪。你能经得起，进步好快；经不起呢，堕落也很快。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堕落，只有进没有落啊！但是这个地方大起大落，你要经得起的话，就大起也不大落啊！所以确确实实，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啊，什么都能够受得了。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如如不动，才能练。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这不是不可能的，是吧？真放下了啊！你不是真放下，你经不起，你会受外面境界影响啊。真放下了，就无所谓了。啊，什么样的大风大风大浪，我如如不动。啊，那么这个世间是苦难的人多啊，天天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慈悲心增长。啊，修大慈大悲。啊，修行戒住在生活当中啊，经教里面的理论变成我们的思想见解，经典里面种种教训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啊，处事待人接物，处处都行菩萨道。啊，菩萨道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家学佛，家庭就是道场。啊，你的家人就是你第一个得度的对象。啊，你真正修得好，你家人怎么欢不欢喜呢？怎么不佩服呢？啊，他真干了，把经上所讲的全都做出来，啊，你自然就感动一家人，一家感动，肯定就感动你的邻居，邻里乡党。啊，这叫真正行菩萨道。啊，这个精行，你看用以防睡，啊，防疲倦，并可以养生疗病。啊，人。身体是个机器，一定要活动。啊，活动两个字好啊！你看，活动，
你要活就得要动，不动就不活了。啊，你看中国文字这个意思，智慧呀、啊！啊，天天坐在那里就不动，就活不了了，就坐化了。啊，一定要活动。啊，静心是活动，拜佛是活动。啊，这两种方式，无论在哪个法门，用的最多。玄奘二月与众往来，消失松紧，如今不少之来去啊，如今不少之来去，故云进行。这个不少好像现在看不到了，古时候之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从前家庭妇女之谱啊，那中国几千年的老方法，用这个搜两面手搜的时候啊，直陈布图画上还能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比喻金线。啊，这个金线不是绕圈，是直的，一条直路。啊，所以称之为金线。啊，这个金是经纬的意思。啊，又《法华经》续品。啊，前面玄奘是《法华玄奘》，云。未尝睡眠呢，惊心临终啊，这是佛陀在世啊，晚上行道啊，因为在树林里面啊，在树林里头绕圈子进行啊，未尝睡眠，累了的时候。直进树下了坐一会儿，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了、啊，万缘放下，心是定的，身也是静的，又思道，思维于道，思量于所对之境，而了别之曰思维。啊，道在哪里？无处不是道。六根所接触的全是道啊！啊，这个道是讲发性的。六根所接触的是法相啊，性相也如，性相不二啊，要从相中见性啊，言从色相见性，耳从闻音见性啊，舌从肠胃见性。那就是教光法师在楞严经上所说的舍识用根啊，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啊，啊，性称无上道，明心见性。啊，见性不是在经本上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六根对六尘境界里头见性了啊，从有里面见到空了，从动当中见到静了，从杂乱里面呢见到平安。啊，一切法无疑不是自性。啊，法法皆如啊，法法皆是啊。啊，讲思道啊，别胡思乱想啊，想其他的全错了。啊，世间人所想的财色名食睡，七情五欲，只想这个，错了。在佛法里面，想多做一点好事，多度众生，多积德，比世间人想的稍微好一点，还是错了。为什么呢？向外攀缘，六根不清净啊！大乘教里面教给我们，随缘妙用啊。你虽然随缘，你不是妙用啊，不是妙用，就要记住造业，随缘造业啊。说实实在在的话，我们念头才起，还原观上告诉我们，念头才动啊，周边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全都接受到了。啊，我们的这个身就好像一个电台一样。啊，念头一动，发射出去了，变法界、虚空界全收到了啊！没有人不知道啊。有接受到了，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呢？但是那个机器有故障啊！我们现在这个机器就有故障啊！十方世界那个资讯啊，从来没有中断，我们在接受啊，但是接受不着，没有感觉到，这机器有了故障。不灵了，麻木不仁，不是没说到啊，六道凡夫迷了自性，原因在此地啊。如果我们修行心清净了，哎，你就能收到一些信息，越清净越灵敏啊，你所收到的，你感受的就越多。啊，如果你心思一乱，这个能力立刻就失掉了。可是我们发出去的，我们念念都没有间断。啊，我们发出去。我们的思想精神的波动，我们的造作是物质啊，肉身体的这个波动，通通变法界，
啊，诸佛菩萨说道，他清楚，他不迷惑。啊，天地鬼神也能够收到。啊，有些天地鬼神比我们厉害。为什么？他有修行。啊，只要有修行的，全都能收到。啊，有修行的人心清净，清净心。特别敏感、灵敏啊，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呐。啊，佛在大经上说，我们自己所造的一切业。啊，不但发射了，而且我们自己还保存资料，有资料库啊。这个资料库是什么呢？阿赖耶。啊，阿赖耶里面收藏这些种子，就是你的档案，永远不会失掉。这个资料库可监牢了。啊，无量界中，啊，世界有尘住坏空，这个资料库不会坏。为什么？这个资料库不是物质。它是精神现象，不是物质现象，所以它永远不坏。大彻大悟的时候，那这些资料重新整理过了，着实成智，把你里面所有的资料说一转变都变成智慧了。啊，这个智慧叫厚德智，无所不知啊。啊，般若无知是根本智，从根本智起厚德智。啊，无所不知。啊，所以烦恼无尽不怕。一转变之后就智慧无尽。那烦恼没有了，智慧就没有了。啊，转烦恼成菩提。啊，贵在转变。啊，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这个局面啊，灾难频繁，最重要的把心转变过来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常常讲的纯净纯善啊，重要啊。啊，我们是纯净的心，纯善的心，就没有灾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个大地震，一个大海啸，我们也是也完了，身体没有了，身体是假的，身体不是我。纯净纯善的那个意念是真的。啊，他到哪里去了？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我们知道啊，大灾难当中死的那些人，阿弥陀佛在场，与佛有缘的人看到佛，没有缘的人看不到。啊，佛统统接引走了。一点都不假。啊，这是真的，那我们就得真干。啊，我们才能成就。
受益，从早到晚。日日月月，念佛不能间断。誓言必须放下，全是假的，不放在心上。遇到有缘应付他，应付很认真，做好榜样给世间人看。不能做坏样子，要做好样子。报佛恩啊，让社会大众看到，哎呀，那是学佛的人，学佛好，这报佛恩。如果要让别人毁谤佛，那我们就错了。我们要表现的让别人赞叹，不能让人回报。又观经，唯提西夫人请曰：“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这是《观无量寿经》上面的一段话，唯提西夫人遭受到家庭的变故，她的丈夫是国王，变故从哪呢？儿子听了提婆达多挑拨，夺取父亲的王位，害父亲，害母亲，遭这么大的变故，家庭的变故所以感觉的人生毫无意义，求佛救他，佛就来了，跟他见面安慰他，他就哭哭啼啼告诉佛：“我不愿意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好，有没有安稳过渡啊？”我愿意往生。佛以神力把诸佛刹土展现在面前，让他自己看。他看了之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好，想到那里去求佛教他思维，教他真实，也就是讲我觉得极乐世界好，他真选对了，怎么个去法？求世尊指教他，佛给他说十六种观想，十六观经，唯提西夫人祈请的，十六种方法，任何一种方法观成了，都能完成。唐朝天台智者大师就是修十六观往生的，这是用这个法门修成功的一位大德了，可是十六观不容易，十六观最后第十六是持名念佛，所以持名念佛也在十六观里面，不在他外，最后一个是持名，为什么难修？
观太细微细，我们凡夫心粗，粗心大意，观不成啊！譬如第一个观，落日悬谷，观西方，黄昏的时候太阳下山，你看那个太阳，怎样叫观尘呢？观尘之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睁开眼睛看到太阳在你面前，闭上眼睛也看到太阳在面前，那叫观尘了。试试看，看我们行不行？不行。睁开眼睛，太阳不在面前；闭了眼睛也没有。那你就没有观尘了。观尘就能往生啊！凡是粗心大意、修观不成功，最后就叫你念佛，持名念佛。用念佛的方法也能往生。总而言之，观跟念都是伏烦恼的办法。我们的烦恼习气能够放下，那观就容易，念也容易。我们今天观跟念都不能成就，就是放不下了。头一个就是身没放下。千经万论了，佛讲这个问题，讲这桩事情，苦口婆心，不知道讲多少遍了。身不是自己，佛把我这个定义说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我是什么？什么是我？佛讲八个意思。八个意思里头最重要的两个，必须要记住。第一个是主宰的意思，第二个自在。我们这个身体有主宰吗？能自在吗？如果我能做得了主，我年年十八，我不要老，我不要病，能不能做？做不到。一年比一年老，一天比一天老，没有办法了，你做不了主。你要自在，夏天热，冬天冷，夏天我不想热，冬天我也不想那么冷，能做到吗？得不到。你没有办法摆脱人事自然环境的干扰，你就不自在了。想想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这个定义，再仔细思考，没有，这叫无我啊！误会了，把身体当作我，为这个身体造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感得三恶道的果报，错了。善导大师注曰：《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善导大师。言教我思维者，即是
定前方便，思想意念必符一真二报四种庄严。啊，这叫他思维啊，叫他怎么观呢？怎么去想？怎么去看？啊，西方世界，一报正报。啊，四种庄严，前面我们读过。啊，王孙论上常讲三种，开后不同。啊，三种国土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啊，你常常想着。啊，那更详细的呢？十六观经详细，跟你说十六种；无量寿经详细，这经从头到尾四十八品呢。啊，四十八品太多了，你就观想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这个好啊！啊，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首先要熟，四十八愿念熟，念熟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都能跟四十八愿对应起来，就是相应。啊，那这个我们念佛里面就加上观想了。啊，真有效果。啊，烦恼习气重的用这个方法好啊。啊，真能实心呢、啊。啊，令心在一切时一切境缘当中不散乱。啊，这个是这观经里头的定前方便啊，教你怎么个想法啊，观想。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要多殊胜。常常想佛，常常想极乐世界，常常有心往生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哪有不生极乐世界的道理呢？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